这个是彩虹桥吗？大瀑布，这个大瀑布，上次去的苗族姑娘别老跑，苗族，跳舞去呗。丫头哥去买内裤，我偷拍一下。他说要买大象鼻子。不用拍了，这个是大象鼻子的吗？出门太急了，内裤都忘记带了。微信在哪里找？在里面。多少钱啊？2元这个的。2元这个这么大一个，嗯，牛奶味的，嗯，牛奶味的，谢谢。这个你能吃？冰淇淋怎么这么便宜？只要2块钱一个。那你最少要4块。快点吃完了，这里还有一个。那肯定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是谁的？我吃不了，他也不吃。不能吃。他不要了。这下面是空的，我以为下面全部都是煎的，怪不得只要2块钱一个。人家发呀、啊！是鹦鹉。这个是鹦鹉啊，这个是八哥。这个比这个还会说。真的、啊？跟你一样。跟你一样。来点龙眼呗。这个。那就顺顺水没顺到你。柿子啊，丫头哥，丫头哥对柿子情有独钟。这个籽会不会很大？我把勺子。这个尝一个呗。搞个很大的籽，我不想买了。这个是小籽，对小籽，是吧？46.45元，好吧。我们要回去休息了，明天还有重要。